我是乐乐，要订阅我的频道哦。小印章大无限，小朋友，欢迎你来到小印章大无限的单元，跟着我一起用纸箱印章认识图形和颜色。我们今天要认识的颜色是黑。Hello， 星星，谢谢你抽到我，我是洋红色。嗨，我是星星。你知道有什么东西是洋红色的吗？我知道，我的裙子还有很多花都是洋红色。没错哦。那你知道为什么有的花特别鲜艳吗？这我就不知道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它们要吸引虫的注意，所以它们又有另一个名字叫虫梅花。为什么它们要吸引虫的注意呢？花朵要吸引虫来帮忙它们，才可以结成果实哦。那颜色比较不鲜艳的花要怎么办呢？颜色比较不鲜艳的花，它们是靠风来传递花粉结成果实，所以又叫风梅花。原来如此，很有趣吧？那么我们一起用星星印章盖洋红色印章画吧。好呀。需要准备的工具有，我准备好了。小朋友，我们这次只需要一个星星印章，你可以把上一集的星星滚轮印章剪一个下来，或是跟我们现在一样，准备一个大星星印章哦。我们先在调色盘上挤出一点洋红色颜料，将水彩笔沾湿，把水和洋红色调和均匀。接着用洋红色涂到星星印章上，盖在纸上。之后把两个画好眼珠的圆形纸片放在眼睛的位置，最后用笔画上眼睛跟笑脸就完成了。星形印章除了可以美化画画本，还可以结合其他几何图形盖出圣诞树，还有也可以把之前做过的印章画剪下来拼贴成一幅画哦。哇，好酷哦。小朋友，欢迎你们一起发挥自己的想象力作画，记得把你的作品寄到乐乐信箱跟我们分享哦。拜拜。你们好啊，我是乐乐。你们有跟着我的好朋友星星，还有图形卡、颜色卡一起动手做了吗？我收到了很多小朋友寄给我的作品，我好开心哦！也很谢谢你们跟我分享，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没有看到自己作品的小朋友，你不用担心，我都有收到哦，下次会再跟大家分享。最近外面的病毒很多哦，大家还是要记得戴口罩、勤洗手。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！谢谢你的收看。如果你喜欢我，喜欢小星星，现在乐乐 TV 有专属的优惠哦。
订阅小行星杂志，你就可以看到更多我们的故事，可以到资讯栏看更多资讯，也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哦。嘿嘿嘿嘿嘿嘿。